兄弟们，看我这口奶的好不好？不位置的，你看那个火舞的走位了，一直是在各种卡视野。黑也去，是的。那现在黑这把如果说赢了的话，黑舞应该是 MVP 的。翻回节奏，首先就在蹲，兄弟。还有就是为什么蹲？因为他自信。狄仁杰配合蹲草，但凡有人来开他，他可以躲。出现的过早的话，可能他是觉得后面就有那几个防范。对的，我让你玩，被开了吧？被孙膑开了吧？被沉默了，被大招沉默了，直接就凉在那里了。一曲，我让你玩，把火舞给秒了。我刚才还说，我说一曲为什么可以敢这么走位？因为他自信，因为他觉得右边的阵容太呆了，他可以走。但没想到反手就被孙膑一个大招沉默了。哈哈哈小易，你看这个出车在前面顶，机甲满开，但是机甲满有点脱节了呀，有点脱节了呀，机甲满，你冲的太靠后了，太脱节了。早了。你这个后面，阿里的伤害又跟不上，你冲上去干嘛呢？啊，临死之前，对，他是二技能翻过去，一技能没有砸，没有那个霸体，我以为他是能够再撤回来，撤不回来了。然后对等的小泽这个选手，小泽这个选手啊 ，EDGM 小泽这个选手，从他的那一手曹操和这手纪晓满，我就发现啊，有操作有想法，但可能经验不足。这个是我对这位选手的评价，我觉得可能是确实是经验有点不足。他其实非常有冲。可接下来我又被打脸了，出城开，但是没开到，这个被孙膑拉扯了，再刷一个大招，纪晓满开到了，牛啊！这一下就是纪晓满终于开到了，那天三连绝杀，他应该是四杀了吧？四杀，给来个五杀，纪晓满五杀，再来一招五杀。我刚才说，我说纪晓满、小泽有自信，但自信过头比较莽。然后我还说他没有经验，结果他就给我一个五杀。我这次下蹲，我多加十个，这十个是我给小泽的，我多加十个。